好，这题目是怎么出的呢？这题目是解释铜加那个稀硝酸，哦，这是稀硝酸，然后产生的是硝酸铜加水加一氧化氮。好，那我已经帮你把它写好了。第一个养成习惯了，你要写成 X Y Z M A， 哦，你自己想这个未知数。然后呢，箭头左边呢，分别有这几种原子，分别有 C U H 跟 N 还有 O， 没了。好，那开始做喽。来，第一个请问你，箭头左边一共几个 C U， 几个铜？一个吧，对不对？一个乘以 x， 所以就会有 x 个。对。好，那铜的右边的铜呢？只有它有嘛，对不对？只有它。所以应该是一个乘以 z 一个，所以等于 z。好，再看 h 有谁？这边一个乘以 y， 所以会有 y 个。好，右边呢？或几个会有 h？ 这个两个乘以 m， 所以有2 m 个。n 呢？这里有一个，所以乘以它变成 y 个。右边就很多喽，右边这几个 n。两个乘以一个，所以二乘以 z， 所以会有2z 个。还没有哦，还没结束哦，这里有一个，对不对？乘以 a， 所以会有 a 个，两个相加，所以箭头的右边呢，箭头的右边有没有分别？这边有 n， 这边会有 n， 所以两个要合在一起，等于前面这个。好，再来 o 的部分的话呢 ，o 在这边 ，o 的部分的话是三个，那乘以它变成3 y， 然后等于右边呢，哇 ，o 的话就很多了，这里两个。乘以三变六个，六个乘以 z， 六 z， 加上这里有 o， 一个乘以它变成 m， 加这里有 o， 乘以它变成 a。好，那这个当然很明显的，谁出现最多次？当然是 y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假设 y 多少？一。y 等于一。好，那 y 等于一的话，那 m 多少？看这边，这里有个 m 应该是二分之一吧，对不对？好 ，m 是二分之一，然后再来呢？没了，我要卡关，怎么办？挂机。怎么办？挂机。怎么挂机？来，我们看这个地方哦，这里不是告诉你 y 等于 2z 加 a 吗？所以，那我告诉你说 y 不是等于1吗？所以我知道我的 2z 加 a 会等于1。OK。然后对，等下我们要解题立方程式。那这里 m 不是二分之一吗？这里 m 不是二分之一，这里 y 不是一，所以你把这个二分之一移过来，变多少？三减掉二分之一。等于多少？二分之，二又二分之一，是不是等于三减掉二分之一，是等于二分之五？所以你会知道是六 z， 就没有换成六 z 加 a， 有没有？六 z 加 a 这个移过来会等于二分之五，然后你解这个联立方程式就好啊。这个还算好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a 跟 a 直接解，对，直接解就好。所以六 z 减二 z 变成是四 z， 然后二分之五减一呢？二分之二分之三。所以你的 z 是多少？ z 应该等于八分之三吧。好，所以你的 z 解出来， z 是八分之三。那 z 解出来八分之三，那这个 x 不是等于 z 吗？所以你的 x 解出来了，你的 x 是八分之三，你的 z 呢也是八分之三。好，还有个谁不知道？ a 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所以 a 可以带进去解吧，哈，在这个解好了，所以变成是二乘上八分之三加 a 会等于一。好，那二乘八分之三是多少？四分之三，对不对？那四分之三等于一，所以 a 多少？把四分之三移过来，一减到四分之三等于四分之一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把数字呢重新写一下。来，请问你 x y z m a 分别是几比几啊？分别的比例是多少？分别 x 是四八分之三，写一下。然后 y 呢？一 z 呢？z 也是八分之三，然后呢 ，m 呢是二分之一 ，a 呢四分之一。好，那你为了要变成整数，所以全部乘几倍？全部乘八倍，所以变多少？来乘以八变成的是三，乘以八变成的是八，乘以八变成三，乘以八变成四二，所以答案是三八三四二。所以它的比例的应该是，我写给你哦。对，三比八比三比四比二，三八三四二。好，那你知道对不对？就很简单，就看左边跟右边有没有一样就知道了，这样会吗？哦，大概最难是像这样子的，哦，最难是像这样子的。好，你看一下。